害羞的右点左点踏出舞步，中职两代强棒彭振敏和王柏荣球场上的对决延烧到街头跳舞机。平常腼腆木讷的恰恰和柏荣大王，为了代言活动不止大秀魔鬼步伐，网络上开金口唱起 rap 的影片更是引起球迷的热烈讨论。龙的，嘿嘿嘿，我心都软了，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，做了。卷球还难呢，对啊，比上垒还困难，还蛮长的一段时间呢、啊，一直重复在训练，对啊，因为一直失败啊。我常讲隔行如隔山啊，就我觉得，因为不是我的专长，所以我也不太会、啊，沟通了很久了。<笑> 两个人的五虽然跳得哩哩啦啦，但柏荣大王在台日对抗赛中那是特大号全垒打，不止让他一战爆红，更被美国媒体列为本届美打经典赛的五大遗珠之一。而谈起中华队经典赛的表现，恰恰除了给予肯定，也希望接下来能够一起解决问题。球员都非常努力，而且他们的奋战精神，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到了。那虽然这是，我觉得这是我们所有。 台湾的棒球员所应该负的责任了、啊，那我们会继续努力，让下一届能够打出更好成绩。对自己来讲是蛮可惜的，可是我们还是就因为还有今年赛，4年后还是有一次嘛，那不要去气馁，那4年后或许我们还有机会嘛，对。 不管是球场上专注挥棒的英姿，还是活动上害羞跳舞的模样，恰恰和大王全力以赴、认真的态度，都让现场的球迷朋友们为之疯狂。未来体育新闻采访报道。